耶稣所做的工作只是身在肉身中的一部分工作，他只做了救赎的工作，并未做完全的召人的工作。所以神在末世第二次道成了肉身，这一步工作也是在一个普通的肉身里做的，也就是神成了一个完全的人，是有神身份的人在做工，人肉眼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一点超凡的肉身，一个能说天上语言的极其普通的人，不显神迹，也不行异能，更不在大会堂里揭示宗教的内幕。三步工作中是两次道成肉身，是两次道成肉身，而且两次道成肉身所做的工作都是来开展时代，都是做新的工作，新的工作，两次道成肉身是互相补充的，用人的肉眼根本看不出两个肉身竟是一个源头，当然这是人的肉眼所不能及的，也是人的思维所达不到的，实质原本就是义，因为他们做的工作的来源本是义为利，因为他们做的工作的来源本是义。源头是否是义，并不能根据肉身的出生年代地点或肉身的其他条件来决定，而是根据肉身所发表的神性的工作而决定的。虽然两次道成肉身所做的工作并不相同，但肉身的实质是相同的，工作的源头是相同的，两次道成肉身是为了做两步不同的工作，而且两次
身实在，两个时代产生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神道成的肉身的实质是相同的，他们的来源是相同的，这是任何一个人都